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虚韧性机制改动流萤波铁又起飞 2.6 星自此登场，崩坏星穹铁道 3.0 开启第四行迹，星期日延期，罗斯姑母近 2.6 卡池 2.5 测试符V3出来之后，讨论还是比较剧烈的，非消倍率全面被消，但是灵命加强，只想出两金搞个0+1的当然开心，而克老们肯定不愿意了。另外灵杀这次被消都说甚至不如煞金了，不管怎样最终定下来的应该就看下周二的V4了，因为一般V5都不会再怎么改。我们回来看看今天的消息， 3.0 崩铁又搞新玩意了，准备为角色开启第四行迹，五人队伍也做出首次尝试。另外原定 2.6 APP 的星期日又宣布延期， 2.6 差分宇宙周长信息也同步曝光出来，让大家猜猜利于谁。下面来看看详细消息， 3.0 开启第四行迹，众所周知目前崩铁角色只有三大行迹，相当于其他游戏的被动技能，角色都是围绕着行迹来设计，再结合战技和终结技来形成自身的特色。而据传 3.0 将会开启第四行迹，不过生效条件有限制，生效条件是符合特定的队伍摆放位置，例如放在2或3号位时获得大量倍率，相邻角色是同职业角色时叠加对方生命值上限等，这样一来玩法会更多，游戏吸引力可以更强。首次尝试五人队伍，另外一个围绕第四行迹做的文章就是，当场上四个角色的第四行迹都生效时会开启特殊位置，可以上场一位备战位角色，在场上一位角色退场时上场，跟目前模拟宇宙类似，有候补队员，增加队伍机动性，成为名义上的五人队伍。星期日延期，说周日哥是崩铁的跳水队员都不为过，原定在 2.6 APP 的消息再次被推倒，在哪个版本上线又成为未知数，不过目前的男童鞋定位是可以确定的。另外 2.6 的单卡池看来是跑不掉了，罗斯姑母进 2.6 卡池。最后一个是 2.6 差分宇宙的相关信息，从思维乱流中可以看到是利于虚数知识的角色，完全符合罗斯姑母属性跟命途，所以有网友猜测可能罗斯姑母会在 2.6 up， 这个很难讲，毕竟只是猜测。说起 2.5 及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最近也是发生了大反转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2.5 卡池新角色的登场安排也早就官宣，但说起 2.5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， 2.5 上半卡池开启混池就来了，复刻的角色是知更鸟、卡福卡、黑天鹅三选一，下半卡池复刻的角色是真理医生、算是飞香、灵沙这两位。 2.5 卡池一共是五位女角色登场，虽然抽卡压力大，但不得不说还是非常香的，不过毕竟没有实锤，大家看看就好，随时变动也是很正常的。而说起最近提及比较多的新五星角色，星期日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星期日的定位是童鞋，星期日的战技和大招都是对我方角色使用的，所以说星期日是虚数致时和 C 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。星期日的登场时间大概率不在 2.6 2.7 卡池登场的概率反而更大一些，2.6 上半据说是一位虚数致死角色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是一直没有登场的罗斯姑母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2.5V3 的改动中，击破虚韧性时伤害公式仍会使用原韧性上限而不是虚韧性上限，说白了就是击破虚韧性的伤害并不比原韧性的低，这么来看的话倒是有点台击破了。波提优这波也是直接吃肉了，流萤也喝到汤，所以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